大号，那是大号，对。然后我试了一天，大概说他如果要讲话，就是什么好。啊，有同学没有拿到奖励？那假如你是这个后来加选的哈，那要注意第一行的时候有发一些注意事项，还有评分标准。还有这个上课的那个课程点啊，要跟助教知道吗？好，后来那个选修的同学，好，那今天我们要上呢，我们先看上一次的好吗？上次我们提两样东西，说提两样东西，你说我会讲的这些啊，一样东西叫做口味口，我都要研究。好，还有奖励吗？没有。小姐，你怎么签到？你的签到。我有签到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哈，上次说的哈，植物可以有动物的基因，这个是一个植物，在它小时候，因为它当单细胞层还没有分裂成什么跟基因啊都没有，那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基因送到它里面去了。这个是一个萤火虫的基因，萤火虫是动物，对。我们上次讲那个荧光皮蚜虫，那个不是附身的萤火虫，是水里面那一种水母啊，什么什么基因的。它的荧光呢是萤火虫，不太一样。所以你看到，有可能有一些荧光是绿色的，一个格威森，对，有一些是红色的格罗伦啊，他们都会发荧光，不同种类的荧光色素啊。那你如果把这些基因放在这些植物细胞里面，等到它发芽，然后长根啊，出来以后呢，有根有茎有叶，整棵植物啊，每一个细胞里都有这个基因都表现。然后你就看到整株植物啊，就是发芽光，它就变多了。那身上就是红色的荧光、黄色的荧光、绿色的荧光的荧光素。好，另外一个呢是马铃薯，就是说，我们看一下资料，就是用 cell fusion 把细胞细胞融合，然后做出来的。但是你说这是画的嘛，对不对？上面的番茄下面这个马铃薯啊，是不是真的啊？那个这是他写的，这是一个报纸，这是2020的宜兰绿色博览会，就是在台湾就是一种植物了啊，所以。真正的这个名字呢，就真的叫 tomato 啊，所以英文字呢又多了一些字啊。以后呢，这个生物科技越来越进步哈、啊，那个英文字就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把人家融合两个不同的，就出来一个字，两个不同的又出来一个字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 tomato 好，这那个上次说要给你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讲到生物的病虫害，还有异地的防治，好，这个部分，这也是属于生物科技跟农业的关系，好，好，我们想想看呢，这个异地防治和植物的或者生物的啊，不仅是动物它的异地的啊，那这些病虫害包括哪些？好，可能会想到什么？你知道在台湾呢，因为是地处亚热带，所以气候是温暖啊、潮湿啊，哈，可能有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说啊，秋季长有什么长什么？啊，为什么潮湿嘛？啊，容易有一个水分的这些哈。那作物呢，我们通常是几月栽培？啊，就是意思说很密集，啊，蛮密集，种的满满的哈。然后呢，家畜啊、家禽啊，人机也是哈，人机场哦，还住楼房，一个几层一层层的哈。然后呢？一抽水下来，然后呢就把粪便都洗掉。哦，这个那个，你如果去看啊，那个小猪哈、啊、生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一胎的母猪可以生十几只哦。啊，你就看它一个一个生出来哈、啊，那个母猪都还在睡觉。哦，好厉害！然后呢，就那个小猪自己跑过去，然后找到一个奶头就在那边吸。哦，晚生出来的小猪就看不光了啊。好，来这个就看到它蹦蹦蹦就出来了。太有意思了，它这个养牛也是一样，养鸡也是一样，都是很密集的哈。你养殖业不只是有这些咯，包括养鱼，我们都养得很密集。所以死的时候就可以繁殖的时候，养鸡场最怕的就是鸡
灰啊，一来的时候哇，整个很机场都要烧掉，那个油气排出，然后它也来的时候哇，好大的动，然后那个不得了，那这个哈，种植还有这个鸭也是哈，如果去不去云南看那个鸭子怎么样，知道一样。好了，那我们第一个讨论题目会讨论常见的生物病虫害有哪些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很容易传播病虫害。非常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在每一个小组里面哈，先讨论病虫，不要写啊，只有讨论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还会再讨论，因为我们上完课以后可能会讨论啊，好不好？先讨论一下，大概两分钟，所以这个只是让你先想一下有哪些植物有哪些病虫害啊，动物有。养鸡的会有什么？还有一些社会传染文章啊，应该怎么办？哎，跟你们讲话的时候，赶快转给小组。如果还不认识，现在今天就是你们要认识的机会。好，要鼓励啊，每一个人都要讲话啊，小组里面都要。我们是，我听别人讲就好了。跟当厅长啊，一起交心。是不是人料不对哈？是不是 A B C D 嘛？然后呢，就是全部都坐那边，或坐坐坐这边也可以，坐坐一起啊，这是互相讨论的时候的方便。然后认识一下，因为你们将来哈要辩论比赛，要同组的要有互相支持。好，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了。传染非常好吗？你最想得到的吗？今天上课会讲，还在听之前讨论一下。要你们照你们的想法，不要他们讲，不要他们讲，你们照你们的想法来回答什么？然后我们到时候我们请，不要跟你们连回答的时候就要很讲一个答案。好，停，好，现在啊，第一组、第三组讲第一个答案，第一个答上面的，第二组、第四组讲第二个。我们只是哈、啊，先让讨论一下，然后知道，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课程啊。那第一个答案，第一个问题，那上面的。比如说登革热，然后禽流感。禽流感，好，谢谢。然后第三组，第三组。好的，也是这个问上面的，你是怎样在做这个事情？哎、蝗虫灾还是？算啊！还有呢，蝗虫。蝗灾还是什么？蝗虫。蝗虫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然后第二组和第四组啊，第二组先回答，你常常会碰用哪些方式？好，这个。禽流感好像就是感染的机制或。鸟类会捕杀掉，捕杀那些鸡货掉。对，然后网听过就是他们会架一个那个网子，然后让里面的鸡不要接触到外面的鸡鸟。对，然后登革热就是会倡导我们不要积水，不要留下那些不会用的食
还没有。啊，很不错，那留一些给人民吃主意的话。可以，就是有带病的话可以隔离吗？隔离啊，隔离的话吧，那个登革热就是有，比如说登革热出现有危险，是吗？不然就是如果有可以，就大家就可以做药物治疗啊，药物治疗 ，OK， 好，谢谢马哈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只是上课前的一个先热身而已，等下还会碰到很多。题目哈、啊、是比较有意思，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同的，像植物它有病虫害，植物会的动物的跟那个动物会讲，好，其他病环境病，植物的有线虫病，有方的是病，应该叫菌类病，一个叫真菌，有些那个叫真菌是菌类病哈，在生物上的名词有一些改变。哎，还有呢，什么松柴线虫啊，你们听过？我们话好像是松树啊，还有那个稻稻热病，你们听过？啊，地倒病。那个你看那个植物长得好好的，砰倒下去了，立着倒下去，那立倒，哎，很多啊，很多各种的。有没有听过鹤根？没有，那个榕树，如果有鹤根，砰一个很大的树就咚一声倒下来，有听过。好，哎，这个稻子上也会有，然后各种叶子上也会啊，这个甚至一些。虫跟那个，就看到那个尸体死嘛，这些病虫害，我们就会发现啊，植物里面是各种啊，刚刚大家讲登革热啦，或者这个禽流感，就是不是植物，可能在动物、在疫病、在人类在这些上面它会有，但是植物呢，它蚜虫啊，啊，长一个什么很多那个棉，那个像那个一吹像棉花一样的白色的。就像粉一样，然后飘出来，然后在这个植物上就看到那很多还介壳虫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很多种方法啊，去防治它啊，还有蚊类等等一些。好，我们平常呢，如果是那个植物的情况啊，是多样性很多，变化很大，生态的多样性很大，它物种的多样性。它间隔也很难有，通常很难从一个处到另外一个，啊，假如很密集，像我们为了粮食，我们把一些东西很密集的栽培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改变了它的地貌，意思是说，本来是这边有各种不同的植物啊，我们把它去掉了，砍伐了，很荒的，很大荒的植物，然后全部种成一样的，那就变成多样性减少，通通不是。当你疾病来的时候，这通通不是东西就容易一起得到你的免疫都弄到死掉，这是为什么？所以你看到啊，这个状况平常是很好的，可是你很密集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特根病特色的状况。人家讲，人家念作合根病，哈哈，那这个植物呢，大榕树哈，所以特别搞笑，这个就是一个根。对对对，我们学校原来的原始的样子应该是榕树，如果你到这个外面的话，以前你就看外面大大的那个树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了保留下来，所以你决定就少了一排的教室，就外面这边，应该就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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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嗯、你看他如果真的得了合根病的话，倒下来，我们这些房子都要受伤受损啊！啊，这就是一个病倒啊，这个密集栽培的时候，这就是他的根。好了，松柴线虫也是哈、啊，台湾很惨啊，你知道它影响多大啊？这个松柴线虫啊，标准，那这个是从1985年开始，我记得还是生的时候，它就从合根病。发现开始蔓延到全国啊，那它世界是漫天有一阵，然后那个温暖的天有就会增长期很长啊，那个活动的时间就很长的话，病害就会迅速增加，所以你看影响可能面积非常大，病就是我们渔业啊那些
收束哈，我们最多的是像台湾二叶松啊，什么柳杉啊，就是出去那些哈，很多的松，啊，通通都受到，琉球松啊，很多啊，都受到影响。那我们的松鼠通常是什么？这么水源地种的，对，就是比较山上哈，那个通常是要受保护的地方，一受到影响的时候，一旦松鼠死掉。然后呢，造成对雨水流受到影响啊，每段落下来还会什么？土石流，因为树死的话就会冲下来。好啦，这个金门马祖也很难得哈。然后呢，受害呢最早期是就五月初送，还有初送。那现在呢，和五月初最多台湾最多的是啊，所以收树呢很容易死的、啊，所以不管对民众啊、政府啊、资源管理啊、国土保安啊，都影响。那是什么呢？这个有限，有口气，这个食道，食道它会吸。然后呢，这是它的小虫，对它的食虫，好，就跑到植物里面，啊，然后站在植物里面。这个它是松斑天竺虫，线虫的名字叫做松柴线虫，产卵一个昆虫的名字叫做那个线虫，产卵这个线虫的名字叫做天竺。叫做松斑天竺，好，松斑天竺会在松树里面呢挖打隧道，然后一边吃一边产卵，不是那个成虫哦，天竺的幼虫，啊、哦，幼虫在里面打隧道，啊、挖出来很多东西，把它幼虫取食以后，它组织一个飞行墓穴隧道，就是它幼虫在里面钻，啊、很可怕，你看这个它的隧道，啊，所以松树才会死掉。嗯，啊，这是它的成虫，啊，是雌性雄性，就是中台线虫是它的介壳虫，介壳虫，这是它的叶子，你看白白的，那个有时候你在那个盆栽哈、哦，你们就会发现，只要它来了，哇，糟糕，你就一直喷药啊，用水冲啊，你们看那个有没有，这个喷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就很难把它清除掉啊。那繁殖非常好。好啦，我们说房子其实有很多种，不光是讲花或者是这些蔬菜啊，病虫害很多，你要防治的方法有很多种。那我们今天要叫做归纳，在生物学上六种方法去防治啊，因为有很多房子，很多种书啊，很多种、那第一种最简单叫做耕作防治，那我种不同的东西。恢复一些多样性，让它不是同样的东西一直在重复种，好，让这个东西的寄生虫啊，它的病害啊、菌物啊这些东西哈、要利用这个植物当树，结果它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，它就没有办法进去，好，比如说两种方式，我们叫人作，一个叫接作，人作是什么呢？不同的时间种不同的东西，间作是同一个时间种不同的东西，好吗？就是让它多样性保存。所以你听到多样性这个名词的时候，你应该非常的啊，我们一听到我们要多样性哈，要多样化，要什么？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假如今天老师来，你上课，我们就写共同笔记，很简单。你看我们这几个人的话，那每天。每周两个人轮，好吧，一起写，然后大家都那个印印，然后有笔记，下次再另外讲，下次好，我一个学期我就负责，那一个人用印的写，然后用纸，然后全部的对，然后呢，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能考得很好，是这样吗？老师就抓到了，看共同笔记，说这边写错，这边有什么缺点，老师针对你们的缺点，然后出题目，结果呢就发现全部都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叫做没有多样性。那叫有多样性，就是每个人写自己的，那每个人写自己的，老师怎么样出题目，我们都有人会，都有人就是没有记错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听错了，有时候记错，对不对？这只是举例子啊，就多样性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让整个，不管是怎么样，那个难的题目或者偏的题目，啊，只要老师上课的讲的，那你们通通有人会对，因为当然有人会听错。我只是举例子，这在自然界的时候，你会谈到多样性的重要性是这样。
作性。什么叫轮作？我在春季种稻子，夏季呢种蔬菜，春季呢又来，就每一直换。换的时候呢，假如说有这个病害哈，它只能害这个水稻，它不能害到蔬菜。那种蔬菜的时候，你要翻做一下，拿出来曝晒干什么？那这些吃水稻的东西就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办法，一直在一直做这水稻种植，每一年三座都是水稻，它就一直有机会传染，对不对？这叫轮作，因为轮作就是把同一感染某一个病害的作物，跟其他不会遭受这一个作物这个病虫害感染的，都在同一个地区轮轮流的在种。好，所以这些可以对付一些像土壤的蟹虫啊、昆虫啊，就从轮作种植产生的哈。然后呢，菌物就是你说的真菌，就熏的，你说发霉就没了，哈，都是属于菌物。啊，菌物不是指细菌吗？细菌是另外一个叫做细菌，那细菌对菌物叫菌物对，这在生物学上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的，不必去很详细的分，但是我们想。好，这些族群会长期的这些病虫害的族群，长期缺乏长期的数据，一直可以存下去，可以减少，减少了减小，那族群就减小。所以像玉米、大豆和木薯，玉米它如果跟这个轮作，或者跟木薯来轮作啊，就可以防止玉米的昆虫害。啊，番茄它水稻轮作就可以防止番茄的线虫害。好啦，金座是什么呢？同一个时间，我种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一排种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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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这个中间间隔了一段，懂意思吗？这叫间作啊，所以多样性增加。啊，间作在这个栽植的主要作物，比如说主要作物是黄瓜，黄瓜，那现在在它行出一排黄瓜中间呢，栽植其他的作物啊，其他的隔了一大段啊，就减少了。所以现在你如果主要作物是黄瓜，那你中间如果种玉米，啊，然后呢或者花椰菜，就可以防治这个黄瓜的金花虫害，啊，知道吗？啊，那如果你现在兼职的东西是另外一些，这个有气味的，还有根部可以分泌东西的，我们知道相生相克。如果你去看某一种某一颗大植物，它下面的一个范围里面没有其他东西在品种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分泌的东西有一些小的胺类，那些胺类呢是抑制其他生物生长，这种称作生物相克啊，相克的作用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用兼职的时候、兼做的时候，就可以防治这些病。所以我们如果弄了一些薄荷，对不对？薄荷啦，啊，青葱啦，波斯菊啦，有味道，或者分泌东西，啊，那就可以更加防治